这海拔是1311米，时间是5:30。看，悬崖上现在还有一个我的队友正在下降。看那边就是一道飞泻而下的瀑布。从这里就要开始进洞了。哇，这个洞看起来很大。我们顺着地下河往前干。锻炼耗子的飞影走进了能力来了，这石壁上有点滑，要注意安全。哎，前面还有队友，这应该又有一个下降点了。我看到队长现在正在布绳索，准备下降。这是我们下到坑底之后的又一个下降点，看，我们绕开了瀑布，从旁边进行下降。下到坑底之后，映入眼帘的是道石门，穿石门而过。看这个地下河的水，要是不知道的人，还以为发洪水了。探险队员继续沿着地下河深入，去看洞穴的尽头到底是什么。你又需要打点进行下降了，我们丢个石头下去试一下。一、零二、零三、零四、零五、零六、零七、零八、零九、一零、一一、一二，哇，12秒的落差。